不仅智慧手机用手指滑动操作，工业电脑人机界面也需要多点触控模组。其中玻璃多点投射电容触控的透光率较高，加上耐候性较佳，不少业者是投入研发，由台湾的团队应用在工业 4.0， 并拿下了最严苛的 DNV 航海认证，为 MIT 产品行销国际。寒冷的冬天，那在船舶上，他们有时候会戴一些工作手套、皮革手套，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应用。一根手指或五根手指同时操作依然顺畅。秘密是这一片 glass type 投射电容触控模组，普遍用在物联网消费应用上，像是手机、穿戴装置等。台湾业者进一步投入工业电脑相关应用，其中航海应用更通过最严苛的 DNV 航海认证 IEC 60945。业界里头大家都知道它是超级难的一项，那包括它在湿度啊、温度，还有这个在 vibration 电磁干扰这几个项目，它都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他们通常都会要求要有这些认证通过的这些品牌，他们才能够买。Glass type 投射电容触控模组，相较一般的薄膜式投射电容触控模组，透光率高达90%，搭配业者独创面板的全贴合，可提升超过95%，耐候性达-40°C到-85°C的使用温度，没有日晒久了黄化的问题。目前尺寸大小从5寸到32寸，甚至任意尺寸都能少量客制化。制造流程大概有30道左右，那我们把它简化到5道。那这5道基本上我们又把它简化到不用化学药液，不产生化学废水，使用的电力也少，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生产制程是非常的环保。业者采用特殊光学技术替代黄光蚀刻技术，也就是网板印刷，大幅缩短制程，达到环保节能。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团队经过亚洲金融风暴和面对中国竞争，最后决定以台湾工业电脑产业的基础优势，拓展多点投射电容触控面板。上游下游大家都是伙伴关系，所以是一个可以比较适合台湾已经逐渐往这种立基型产业的领域来发展。数据显示，多点触控面板2016年出货量达2700万台，未来总产值维持在新台币400到500亿元。台湾团队朝工业 4.0 发展，包括航空、海运、医疗及车用领域，将 MIT 产品行销国际。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慧瑶、李晶晶，台湾新竹报道。